参加公路接力赛的包括台北市和各县市13个队，选手180多人。省田径协会会长梁许春菊主持揭幕典礼，花莲县长黄福寿主持比赛的起跑仪式。这项经由花东公路举行的公路接力赛，全程200公里，分为4段25区比赛。今天上午在吉安接触第一区比赛的时候，第一名是台北县的黄文成，第二名屏东县的康良夫，第三名是花莲县的谢石梦。